今日の上野動物園。我咪只感觉同佢上次讲只，有啲安置又浸咗石咪。你看它的尾巴。它的玩具的那个过程。对，你看它的玩具。那个香蕉下面有一个铁钉，它那个兔子的玩具，它的那个铁钉。那是个木头。它可以爬的。哎，爬的。它可以。应该不知道。它会跳。它会跳。有点 dangerous。你看你好可爱哟。快快快！现在好小心呢。嗯。它的鼻子啊，可以放出，但是它就看不见气，要不就不会摸。对。海底宝宝像不像和河马一起游？